这是十万，这是利息。谁呀？我堂弟，机械专业高材生。别端着了，放下吧。这点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借的你钱？去年的今天吗？去年的今天，好记性。这么多年借出去的钱，准是准点主动还回来，是第一个。哎，我现在有点脆弱啊。你小子是来挑战我价值观的？好借好还。再借不能，加油。我这还真有一个收益率不错的一个好项目。我想再跟您借20万。啊，那就是说你今天拿来的钱不但没拿来，我还得再添10万是吧？不是，话怎么可能呢？